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 天堂 W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下载并且事前安装了，且它还有新的事前安装奖励。这部影片就是要来介绍一下如何下载 Purple 安装以及事前安装天堂 W。 影片开始之前，请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首先呢，我现在这个画面就是我全部结束了哦，你事前安装完毕了，然后你也可以领取这个奖励。那它的奖励总共分三种，第一个就是事前安装成功会送你这个沉水100个，那你在上市两个小时前的时候，你又可以领战卷两张。成功用 Purple 游玩的话，还可以给你艾丽莎的浓汤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从头来跟大家讲这个要怎么来下载安装咯。首先呢，你要先到天堂 W 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Purple。 那这个 Purple 的话跟一般的模拟器不一样，这个你可以直接视为是官方的电脑版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用 PC 玩的话就是用 Purple。 好，那小 P 也会将这个 Purple 官方的网址附在下方的留言处，大家也可以去下载。那这边的话就是选择这个 Windows PC 这样子，那下载下来安装完之后，然后以及申请账号结束之后，进入这个天堂 W 的页面之后，那你就可以来点这个事前下载。那下载的话它跳到这个页面来，那它这边有分 Android 跟 Windows， 记得要下载 Windows 版本哦。载完之后，然后并且安装Purple 就会自动侦测并且开始更新，更新完之后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页面了，那就恭喜你，11月3号晚上11点就可以开始玩哦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Purple 以及天堂 W 的安装以及事前安装活动的介绍啦。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题情报，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期待玩天堂 W 的朋友们。那小 P 我目前决定是在马普勒世界的07分流，大家如果是马普勒玩家又或是想要跟小 P 一起玩的话，也欢迎扫描 QR Code 加入我的马普勒的社群哦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